世上有才华的失败者很多，并不是他们所知不多，而是缺乏思考、探索和创新。世界进步太快，创新是迈向成功的唯一出路。科技始终来自人性，新事物的出现不是使人偷懒，而是从思考、探索和创新中带给人们更有效的解决方式。